店长你好，下午好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会为你做一个小小的实验，来跟我们体验一下鼻液能量的这个感觉。好，所以这个方法呢，我们叫做 Touch for Health， 所以它运用的是 AK Applied Kinesiology 这个方式。其实，在国外很多的这个运动家或者是很多的医生啊、教育家，他们都是用这个方式去 test 我们身体的 fitness。OK， 所以是很好用的一个方法的。OK， 所以现在很简单，等一下我把你的右手举起来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啊，我会尽力去压你的手，你就要尽力的抵抗我。我们找身体的我们能量的一个平衡点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正常的时候的能量啊。OK， 一二三 ，OK， 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，我们两个人的能量的平衡点啊。所以现在呢，假设我们在拿着手机，院长，手机它有什么东西对身体不好？听说是有辐射。对，辐射，这个院长很清楚。辐射它如果对身体真的不好的话哦，等下你拿着手机的时候，它你的手哦会比较敏感。OK， 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好的 ，OK， 我再拿着手机，好，我们马上，再做的是，一二三，OK， 来，马上放下手机 ，OK， 我们来是正常情况的 ，OK， 一二三，哇，三，哇。现在呢，我们有这个防辐射能量贴，它是可以帮我们防辐射的，综合我们这个辐射的影响。那如果它真的这样有用的话，等下你 Q 到你的手会重新有力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所以现在你拿着手机，好，来，这是拿着手机而已。好，一二三 ，OK， 背部对不对？对。来，马上防辐射贴拿着，一二三，哦。好，辐射贴拿掉，这是手机而已，一二三，没有力了，没有力啊，辐射贴重新有力，一二三，那很大的差别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辐射贴的时候怎么样？对对对，现在有贴的，它会让我的身体的恢复我的体力，有效果，很有效果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辐射贴。